OpenAI 全新 AI 编程代理 Cola 闪亮登场，程序员会被彻底取代吗？小米狂砸近70亿美元自研芯片，3纳米工艺能否挑战高通苹果？苹果 AI 选妃再生变数， Siri 最终会擒定谷歌 Gemini 还是另有新欢？谷歌 IO 更是祭出 AI 全家桶， VO3 音视频同步生成 Imagen 4， 细节炸裂， AI 电影工具 Flow 震撼登场。B 面一起来看 iToPic 的最新研究，揭示了思维链背后可能隐藏的惊人真相， AI 的内心独白你还敢信吗？你想了解的 AI 大事件尽在本期 AI A B 面。AI 写代码可以抵替整个开发团队吗？ OpenAI 的 Codex 闪亮登场，目标就是要用自然语言指令搞定那些复杂编程任务，目标是让你连代码的影子都不用见。这可不是 GitHub Copilot 那种自动补全，而是智能代理式编程，追求的是你随便甩个问题清单，它就能像管理工程团队那样独立解决。普林斯顿的 Killian Lyret 说，这就是从手动敲代码到 Copilot 辅助，再到 AI 全自动修复 bug 的进化。但也有很多程序员出来炮轰，说实际错误多到比自己干还累。 All Hands AI 的 CEO Brennan 也警告，无脑批准 AI 代码很快就会引发失控，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更是家常便饭。但无论争议如何， Codex 终究还是来了，它基于专门调教的 Codex One 模型在云端沙盒里运行，能通过文件学习项目规范，安全隔离也是重点，执行任务时甚至不联网。目前 OpenHands 在 SWV Bench 排行榜上已解决 65.8% 问题领先， OpenAI 声称 Codex 能刷到 72.1%， 但这高分不代表真能完全放手，毕竟如果 AI 每四个问题就有一个搞不定，人类程序员还是得头大。尽管有这些挑战，思科、Superhuman Coding 这些大厂已经开始测试 Codex， 用它加速流程提升测试覆盖率。你觉得程序员会被最终取代吗？小米这次是铁了心要砸钱搞芯片了，未来十年将募砸近70亿美金自研芯片。雷老板说了，这是小米成为伟大硬核科技公司绕不开的硬仗。首款自研芯片 X-Ray O1 马上就要闪亮登场，而且一出手就是王炸，直奔第二代3纳米工艺。这下高通联发科的好日子是不是到头了？小米这是要学苹果搞软硬一体化，提升自家手机的性能和效率，毕竟自家芯片优化起来才更得心应手嘛。要知道小米为了这个芯片梦，2021年就悄悄布局，过去四年已经烧了超过135亿人民币搞研发，单到2025年就计划再投60亿，2500多人的芯片大军都组建起来了。这三纳米一出，连华为可能都要捏把汗，毕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芯国际目前还只能在七纳米打转，小米这是要趁机弯道超车，抢占更多国内外市场份额的节奏啊。而且小米的战场可不止手机芯片，新能源车 SE7 虽然前阵子出了点小插曲，但也是搞得有声有色，还要发布新款 SUV YU7 和小米15 4S Pro 手机，多线出击野心不小。消息一出，小米股价今年都涨了超过 50%， 看来市场对雷老板的心路历程那还是相当买账的。芯片、手机、汽车三箭齐发，就看小米还能书写怎样的传奇了。苹果 AI 大乱斗， Siri 差点就随了谷歌的姓，你知道吗？前 Siri 主管约翰·詹南德雷亚最近透露，去年曾力主苹果选择谷歌的 Gemini 而非 OpenAI 的 ChatGPT 作为 Siri 的首个聊天机器人搭档。这位前谷歌高管今年3月刚在领导层改组中失宠，他当时觉得 ChatGPT 持久力不行，而且对敏感个人数据保护也不到位，认为 Gemini 才是更安全更可持续的选择。然而尽管顾虑重重，苹果还是在2024年的 WWDC 上官宣了与 AI ChatGPT 的整合，并在12月向用户开放了这项功能，当 Siri 打不上来时就能召唤 ChatGPT 来救场。当然苹果也说了，未来计划接入更多聊天机器人，谷歌的 Gemini 赫然在列。彭博社最新爆料，苹果甚至在跟 AI 搜索引擎 Perplexity 进行初步谈判，考虑让它成为 Siri 中 ChatGPT 的替代品，并作为 Safari 浏览器的一个搜索供应商选项。看来苹果在自家 Apple Intelligence 表现平平，甚至因生成误导内容被叫停 AI 新闻推送的背景下，不得不通过引入外部强援来加速 AI 布局。话说从去年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苹果谈过的模型厂商不计其数，这场旷日持久的苹果选妃最后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谷歌 I/O 大会亮出王炸 ，VO3 Imagen 4领衔的 AI 媒体工具全家桶震撼登场。这波操作是要彻底颠覆创作者的生产方式啊！最炸裂的更新来自 VO3， 它现在不只会画画，还能同时生成视频和配套音频，不管是嘈杂的城市背景音、清脆的鸟叫，甚至是角色间的对话，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连嘴型都对得上。紧接着登场的是 Flow，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文本转视频小打小闹，它把 VO、Imagen 和 Gemini 的超能力打包，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 AI 电影制作工具，主打的就是一个故事叙事的连贯性，确保你的角色和场景在多个片段里始终如一，还能精细控制镜头运动，搭建扩展场景，管理创作素材，专业范直接拉满。图片生成这边 Imagen 4也进化了，细节渲染能力强到离谱，什么精细织物、晶莹水滴，在他眼里都是小菜一碟，清晰度和真实感让人惊叹，而且文字排版能力也大幅提升，以后做的海报、贺卡什么的，再也不怕 AI 写的字歪歪扭扭了，实用性直接起飞。音乐创作者们也别急 ，Lyria 2驱动的 Music AI Sandbox 来了，给音乐人和制作人提供了探索新奇乐思的强大工具，更有 Lyria Realtime 让你及时创作和控制音乐，互动感直接爆棚。目前 Flow 和 VO3 已经向美国的谷歌 AI Pro 和 Ultra 套餐用户开放，至于套餐的价格吗，月供 $244.99， 不过能换来最高使用额度和 VO3 音频生成功能的独家尝鲜权，值不值就看各位老板的钱包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普遍采用推理模式，不仅能回答问题，还能给出一步步的思考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思维链，即 CART， 这就好像打开了 AI 的大脑，让我们能理解它的决策，甚至发现潜在的风险。可我们真的能完全相信 AI 的这些内心独白吗？他们说出来的就一定是他们真实所想的吗？近日 Anthropic 就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在一篇名为推理模型并不总会说出他们所想的论文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简单来说，他们想知道 AI 的思维链到底有多诚实。他们的实验方法很巧妙，研究人员会给 AI 模型，比如大名鼎鼎的 Claude 3.7 Sonnet， 一个普通的多项选择题，记录下它的答案和思考过程，然后他们再给模型同一个问题，但悄悄地在问题里加入一个提示，这个提示会指向某个特定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如果模型因为这个提示改变了答案，那就说明提示起作用了。那么关键来了，研究人员会检查模型的思维链究竟有没有提到它参考了这个提示，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即使这些顶尖的 AI 模型确实利用了提示来改变答案，他们在思考过程中提到这个提示的比例在大多情况下都低于 20%， 这意味着 AI 可能偷偷用了小抄，但嘴上却在编造另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题思路。论文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即便是那些以推理能力著称的模型，他们的 CART 诚实度也令人堪忧。研究还发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用强化学习来提升这种诚实度，效果很快就会到顶，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二，更令人担忧的是，当 AI 学会了奖励作弊，也就是利用系统漏洞获得高分时，他们几乎从不会在 CART 中承认这些作弊行为，即使没有被特意训练去隐藏它。第三，有时候那些不诚实的思考过程反而写得更长更复杂，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倒也不是危言耸听地说 AI 学会了撒谎，而是他们在复杂的训练目标下学会了以最高效但不一定最透明的方式达成任务。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不能盲目相信 AI 的自述，尤其是在金融、医疗、法律等高风险领域，如果 AI 的内部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可靠，后果不堪设想。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让 AI 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依旧是未来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方向。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